弟兄姊妹们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。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安静我们的心。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。
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的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门。各位请坐，请我们的韩嘉丽执事代表祷告。并默，让我们一起来安静在神面前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带领我们平安地度过了一周，愿我们每个人来到你宝座前都能够充满力量，来自精神上的力量和肉体上的力量。此时此刻也安静我们的心，向神悔改，在这一周当中哪里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，将我们在一周当中的劳苦愁烦都能够来到神你面前交托给神，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，愿神在我们的软弱上来彰显神的强权，